任务号。你好，任务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方敏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你呢？我也很好，如今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你工作忙不忙？我很忙，你呢？我也很忙。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？我的手机号码是03-11-22-768。你呢？我的手机号码是01-23-22-88-978。有空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我们保持联系。三年好，他们真能好朋友，他们关系很好，常常见面，他们都很高兴。好久不见，最近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谢谢。你要空吗？对不起，你小心。我没听见。你要空吗？要空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请你吃饭，可以吗？我请你。太好了，你有雇那个长官？我要求张张来长官吃饭。哦，今天煮呢？11点一个。哪个长官的菜怎么样？哪里的中国菜很好吃，每天都要很多人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喜欢吃中国菜。我也是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你好。你好。快快，请坐，请坐。好的，谢谢。哒哒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这是我给你的礼物。谢谢你，你真可爱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不是。
not much. I just want everything. Thought that I could do almost anything. One step in front of the other. Thought that I could do it alone. In the blink of an eye, it's just another day. Telling me why I'll find another way. 你叫名字什么？我叫方明。你呢？我叫 Petri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你呢？我也很好。最近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我有五个姐姐，三个弟弟。你从事什么行业？我有一个姐姐，三个弟弟。你从事什么行业？我是公务员，你呢？我是讲师，我在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工作。你工作忙不忙？我很忙，你呢？我也很忙。你的手机号码几多少？我的手机号码是013122768。你呢？我的手机号码是023112232。有空给到我的电话。好的，我们保持联系。Now that's me and you, and we are not alone. You and me, we are together now. Through my window, I can see there's more than you and more than me. Me and you, and we are not alone. Different view, we are together now. Through my谢谢。现在有空吗？有空。我打算在Marlina饭馆吃饭。你要去哪个饭馆吗？好啊，几点住呢？11:01。好的，那个餐馆的菜怎么样？那里的马来鸡很好吃，每天都有很多人。我真的吗？我喜欢吃马来鸡。我也是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